这首主播的心声送给大家，聆听主播的心事，感受游客的灵魂。在谩骂声中我们学会了坚强，在谩骂声中我们学会了成长，选择了直播的道路，迈上了主播的舞台。有人说你们主播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但是没有你们游客的支持，我们拿什么赚钱？游客是我们主播不能缺少的重要角色。游客是天，游客是地，有了游客才能顶天立地。游客是风，游客是雨，有了游客才能呼风唤雨。游客是山，游客是海，在场的每位游客才是我们主播真正的避风港湾。聆听主播的心声，我是绿色主播，歪歪舞台奔波，心里面有太多话我要对你们诉说。游客上帝给力，我需要你们的鼓励，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何时能够雄起？有人骂我是傻逼，还有人说我是垃圾，回头你们开心快乐还要被你们攻击。我兄弟给我动力，我自己也要争气。骂饱和的小人们，请你们别再放屁。网络世界虚伪，但我从不后悔。既然选择这条道路，注定要趟浑水。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总会有人安慰我。他们说只要努力，我他妈